大家合掌，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出家师父，各位在家居士，大家下午好。净土佛问，我们继续。下午可能就是要把它看完。下午看完的可能要略一点了，这个三天时间，要把它仔细的学完呢，有点不够哈。这时间很快，三天就过去了，不是这么快呀。过今天是在2月初1了，那年就过完了，二月份开始了，三天一晃也就过去了。师父们和居士们为了学习佛法，非常的踊跃。那今天上午7点多，居士们就来这里参加受八关斋戒，受完了一直等在这里，很难得啊，一直等在，等到现在。今天好像中午啊，这个讲坛先关门了，不让进来，在底下等着。大家为了站了有一个位置啊，一席之地，等5-6个小时。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你看我们4点钟结束，这相当辛苦哈。大家也能够坐到楼上来会好一点。坐到楼下是长条硬板凳呢，坐2小时挺辛苦的，不止2小时，他们提前坐在那里啊，要不然那个长板凳都坐不上。这种耗药学习听法，非常难得。今天好像人会更多一点呢，外面走廊都挤的人了，甚至在大殿呢，还有外面空地都有人。这是共沾法益，大家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信心呐、耗药啊，非常难得。那么，因为为了开这个班呐、为了开这个班，所以我们先上这3天的课的原因。那么，我们这个课结束了之后呢，在2月初8正好是星期天，又是释迦佛干嘛的？2月初8干嘛的？释迦佛出家的时间纪念日啊，由于这第二期的学习班呢，又要开始学习。接下去你们有愿意学的、好药的，来参加初8，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吧，大概是这样。具体的，他们佛学班的负责居士们会告诉你们时间哈。那我这里只是跟大家，这个透露消息哈。好，我们接着净土佛问的第23页哈。那有一些问题哈，有一些问题我们只是略过去而已，因为时间关系。我看到第7问完了，第8问啊，问曰：无闻善财童子，圆顿立根，一生取半经，乃不生法藏，而劝生极乐，是何意？意思说，在法缘会上听法缘的这些海众，
就是以及上台童子等呢、啊，他唱普贤，普贤呢以这个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生法藏呢？法言就讲了法藏世界的道理啊。那么这下面一整段的回答呢，根据法言疏钞里面的意思说呢，法藏以弥陀极乐的净土，它不相舍离，不相舍离，也就是你先生极乐，然后再来法藏，那么极乐不离法藏，大意是这个。我们对于我们修行的人呢，我们能够升到诸佛国度啊，升到那里去，管他去哪里都好啊，不要在这个世间煎熬苦恼，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先要求呢，往生到极乐去，这是第八问的大意。那么第九问呢？众行门中，上面不是讲到，具体怎么修啊？净土我们怎么修才能够达到呢？修观想，修意念，修众行。那么这里问说，众行当中的际云大小不等，理事有殊，所感身相亦乃玄异玄异。然这观想意念二门修各不等，其所感相同业异也。也就是说我们的根性不同啊，那么所修的法门也是不一样，那么所感的果报是不是也不同呢？是不是感果报有什么区别呢？他的下面答说是不同，这肯定是不同的，所感的果报不同。那有明教坛说的有九品往生呢、啊，是非一等。既然有九品往生，说明这个所感的果是不同的，或者有的见到佛身也不一样，这是果报不同，所以分九品等等。这是回答说修不同，是不是感果不同？这是确定说是这样。那么第十问呢？极乐只是同居，本非实报，何谓佛身报土见佛真体的？他这里说极乐世界不是同居净土吗？我们娑婆世界是同居秽土。既然是同居，这里面有凡有圣，就是凡夫也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乃是待业往生这种情形。那有人又说了，待业能不能往生呢？这个事情过去已经讨论过了，历代的大德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待业能不能往生呢？待业能不能往生？肯定得待业往生啊，不待业往生，就我们在这个世间自己修行断业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前头一堂课就提过了，自己断业断烦恼啊是很困难，你要一直累劫的修行才能够断惑。而你这一生当中求愿往生，肯定要待业才能够往生。那么说待业往生到那里去，那么是不是见到十报庄严土，乃至见到真身的佛呢？下面回答说是同居于外呀、啊，没有什么十报，也就是说十报也好啊，那长寂光净土也都不离同居土而见得。如果有人在娑婆世界，他同样能够见到十方国度，是这么一个道理哈、啊。这是第十问。十一问呢，既云此土是土具足，只消就此辗转修行，反欲舍此而生彼国者何也？就是说极乐世娑婆世界本来就具足四土，他们上面一个问不是说具足啊，在同居土当中也有方便有一土，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净土也有具足。那么既然具足，为什么一定要舍此世界而生彼国呢？生到极乐世界去呢？下面回答说，此番虽具四土，奈何未也难除啊。那么呼吁舍会起尽呢，是须彼国求生。这里告诉什么道理呢？但是我们这里是共业，共业所感，
我们所见的几乎是不清净的多，恶业的多，见善人呢、善法的少的原因呢，所以我们要升到那里去，意思是说那里的环境对我们修行会更加增善增盛，种种不退的原因，所以要求往生到彼国去。那么第十二问说，同机净土其类甚多，今遍止极乐而又遍偏障呢？其境就是偏障极乐世界的境界如此殊胜，为什么呢？其实意思说净土很多啊，同机净土哪都有啊，为什么要偏障呢？这里也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极乐世界比较殊胜啊，这个大概叫殊胜的什么程度呢？我们的经云，彼国众生无有众苦，弥陀经就这么讲了，何名极乐啊，故因为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它是没有种种痛苦的原因，所以呢叫极乐。今以娑婆对比之，对而比之，此这血肉行躯，我们这是血肉行躯啊，有生皆苦，比这莲花化身无生苦。我们因为要投胎，要去这个出生呢、血肉的身体，它有种种苦恼，有这个身体来，它就有种种苦恼。你看小孩子出生，他先哭，为什么没有先笑呢？有个小孩子生下来笑的极少，不是说没有。或许有啊，世界是痛苦的啊，所以说生来就是苦的，实在是使这时序代谢衰老日轻，寒暑不比这寒暑不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变化无常。你看呢，昨天还挺冷，今天又很暖和，昨天还下着雨，今天出太阳了，就是。无常变化，时光的无常变化，人也是这样啊，突然间就生病了。你前几天有一个居士说他有一个亲戚突然间一查得癌症了，然后他就是不理解，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个人好好，怎么的突然间一下子就生病了。我说你学了半天你不知道无常吗？所谓的无常就是变化，昨天是这样，明天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佛经里面讲，四十二章经讲啊，生命在呼吸间，我们生命短到呼吸间，这一口气不来有可能就没了，就死了，就是来世啊，这一口气不来即是来世，就是如此的无常。那么多少人都是因为昨天好好，今天突然间不行了，那就是无常啊，无常随时就跟随着我们，这是佛法所讲的道理。所以说它是变迁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没有劳苦啊，那这里说明说生老病死苦，那通常说我们讲的是八苦，求不得啊，烟尘秽啊，五蕴炽盛啊，这个等等苦，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有这个世界的依赖，所以有种种痛苦。所以学佛人的要到了一定的年龄，说苦大家有一点点体会。小孩子年轻人你叫他念佛叫他修行他有点困难，为什么呢？他没有比较，他觉得世间蛮好的，所谓的痛苦他没有感觉，没有感受。那么到了一定年龄说苦，他才明白，才明白世间真是死种种的苦恼，然后呢这下会引发出离心，这出离心建立在一个苦无常的基础上，然后有这个出离心才会引发菩提心，这么一个关系。他必须要知道无常是苦的，那么这比较极乐世界它不是这种现象，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到那里去一个好的环境啊，去增善去修行才好啊。好，那么第十三问呢，十方如来皆可清净，今独推弥陀，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网课常常念十方三世佛，下一句什么？
阿弥陀第一。为什么阿弥陀第一呢？那十方佛不都是一样吗？佛是一样，佛所证的道也是一样，但是他因地所发的愿不同，他愿心不同。阿弥陀所发的愿就叫摄度，度化的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呢，我们通常说阿弥陀第一，他愿万地，所以说这个地方才是独托阿弥陀佛。我们看回答的文说，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个是他的誓愿深重，第二个呢是娑婆有缘，第三个呢化道相关，愿众没有问题，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这是愿众咯，度有缘众生，度娑婆世界众生，他娑婆世界众生即使造业，阿弥陀佛都要去度化，所以叫有缘。所谓相关是比较，两者比较是说极乐世界的国度情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情形相比较，那么释迦佛在这一个地方呢呼吁请我们去，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招手等我们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要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第十三个问答的内容。第十四个，天子独推自说，只在言复。独推弥陀，那么偏赞极乐世界，这有他的旨意所在。他说的心愿其舍自方至斋教也。敢问心愿取舍得无爱嗔能所之过乎？这是告诉什么个道理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站他那个地方呢？讲这个世界不好呢？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不是理论上是这么说的，金刚经里面讲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十方诸佛世界也都是一样啊，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取极乐而舍娑婆呢？这样一舍一取，有着取舍之心，修道人应该无取舍心，无得无取才是诸法平等。如果你有取有舍，这不是诸法产生差别了吗？所谓差别，有能有所，有能有所若于差别，这有点嗔，有点爱啊，有点真爱的样子，爱娑婆世界，而是真恶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回答：汝不知言，此非世界，世间之真爱真能所，不是世间的真爱啊，不是世间喜欢或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不是这样的。修行它必须要有一个取舍。此乃十方如来转凡成圣之通法。所谓转凡成圣，你有一个抉择，取一个法来对治那个法，对治苦法，要产生愿离才是啊。那么你达到诸法法性平等不屈，不需要取舍，当下即是。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必须要取舍。他这里讲说，若非一言舍，何以转凡呢？没有愿，没有舍，凡夫圣人都平等，那就搞不好是邪见了。他说你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啊，就若非心取，何以成圣呢？你没有心取，没有去仰慕诸佛啊，那么诸佛国度的殊胜，你怎么能够成圣呢？故凡夫故知，凡夫欲夫圣位啊，由圣位以之等觉其间，等而善之，无非行也。这都有取舍的，意思说都有取舍，一地一地舍一，比如说菩萨舍三贤而取十圣，到了十圣以后，他有舍等觉取妙觉，这也是说都有取舍，必须有一个对治。我们要，那有人说你念佛本身就是妄念呐、啊，念佛本身就是妄念，那是没有错的，以妄对妄啊，如放法的念佛对治如放法的烦恼。
对是无可对的时候，你才能够达到究竟。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诸法平等，所以说有一个取舍，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而产生误会，产生误解，那么产生情执。第十五问，取舍之谈，翻过来哈，取舍之谈无感一也，关于取舍的事情没有问题了哈。但往生之说能不归以无生吗？生无生，诸法平等，无有生相，为什么要去生到那里去呢？上面说有能所，这里有生与无生又产生差别了，这是讲诸法本性的道理啊。那么即使听不懂，你们熏一下也可以啊。是不是违背的诸法无生之理呢？那么现在下面引天台说，智者自然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真。你必须要达到身体不可得，身之体不可得，才能做到身即是无身。净土经论里面有一个身无身论，身无身论，身即是无身，无身又不爱往生，这是诸法平等之理。就诸法缘起，我们看的一切诸法因缘和合而生起，生起是假象，假象不妨碍于这一种假象，不妨碍于假象的存在。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事物都有名称呢，它是诸法的法体，它没有名称，没有名字。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杯子，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名称叫杯子，这是假名而已。假名它不妨碍叫杯子，为什么呢？这个杯区别于这一个杯，你看见没有？这同样是杯呀。然后呢，你说到讲台上给我拿个杯子，那你等你上来，你问他取哪个杯呀？是吧？你说取个那个小的瓷杯，取个保温杯，它名称不同，不凡假立名称，这是对的。诸法都是如是安立。啊，因为我们众生根性不同，佛有施设种种教法，施设种种教法，所以有这样呢，你无生的道理不妨有生，生即是无生，这样就不相妨碍了。第十六问，往生之说岂止昭然呢？但今之学者不能晓了，他有学习的人不能知道啊，千人万人皆以极乐远隔十方异国，临命终时恐难得到啊！复何彻以晓之？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远，十万亿佛土啊，得有多远的地方？一个佛的法土是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土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亿佛土有多远呢？这么远的地方临终怎么去？有人担心啊，掉下来怎么办啊？挥着挥着掉下来怎么办？这都是我们土公的看每天掉个那肉里，我连没的有，是吧？这是土想的，哪有是这样。他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心法心念之法。极乐世界在哪里？在我们的心中。地狱在哪里？在我们的心中。你起恶造恶了，那就地狱现前。你修善法，以弥陀本愿相应，以诸佛的愿力相应，当下即是极乐世界，此之无所谓远亦近了。对于凡夫来说，有这么一个事理的分别，有取有舍啊。回答说呢，是可笑也。你这样说是很可笑啊，说了许多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到这里忧道不晓。他到这里还是不知道啊，心外无土就净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以外，讲的极乐世界的净土其实无外是我们的心啊。这讲的是无他，只是众生妄认自心在色身之外，认为啊，我们的妄念自心自在我们这个身体以外，方寸之间不知自家心量，你不知道我们的心量到底有多大啊？源自广大，岂不闻藏佛句里面有这么一句啊？
新宝太虚亮州杀戒。这念书文常常有念这两句话，新宝太虚啊，亮州杀戒。心宝太虚，虚空有多大，我们心就有多大。我们的心念快到什么程度，你比如你们去过的地方，国外，美国，你们去过，有去过美国的，不要说美国，有些不是所有人都去过了，去过北京，当你心念一想到北京，那马上就到那里去，你想到天安门立马就到那里，非常之快，这是心念包容虚空如此之大。所以说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被我心量都如包，如包就是一种器皿，都包含在内了。所以说恒沙世界无量无数，我的心量一一周边，十方无量，因为我们心圆不到而已，心缘不到，理解不到而已，其实我们的心量是无边的广大。所以极乐世界十万亿佛都不离当下的心念，大家尽管修，不要考虑去不了，你要相信这么一个道理，就我们的心量呢，心念无比的广大。而这里讲呢，何难自由啊，根本就不难啊，你一下就能去了。所以说对凡夫众生觉得是很远，这是相对而言呢，对吧？如此看来，十万亿佛国在我心中其实甚近何远之由，命中生时生我心中，你看生到哪里，生我心中啊，其实甚亦何难之由。岂不见十一论，净土十一论里面讲的，十万亿刹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而说的，十万亿佛土如此之言。当时众生生净土的时候呢，他的净土的业成就了，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维持观经说弥陀佛国去此不远。这是观经里面有讲佛跟韦提一讲啊，那韦提一选择他先看到佛显神通显十方世界的庄严相，韦提一选择极乐世界。好，佛就告诉他说十方这个极乐世界去此不远，去此不远，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亦有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生不息愁远了，一念即生啊。又如人梦，比如人做梦呢，身在船上而心意变至他方，生净土意而不息于也。经云一堂之情即得往生，一堂子一堂子就到了，就因去身辟情，就是手弯下伸下就立马就到了。这顷刻之间呢，故自录自性录里面讲啊，十万一刹，十万亿佛刹呀，自心本妙，其实不离我们心念，所有的恶善啊，都在我们当下这一个心念全部包含了，所以就不远，所以生即是无生，是如此之快。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大家不要怕很远，怕去不了啊。不是慢慢走慢慢去，怎么去你去，你自按照自己去，你怎么肯定去不了，即使坐飞机坐火箭你也到不了那里去。它是一个心法啊，功德成就之法，以弥陀本愿相应之法的缘故。第十七问，不修净业要生极难，你不修净业往生也挺难的。当然平时经里面说临终的时候即使造五逆十恶啊，重罪都能够往生啊，遇到善知识千难念佛也能往生，那是很少。他说这里的不修净业生极乐很难呢，这是真话。所以此成言，何故前面举着逆恶众生，就是五逆十恶的众生呢，临终一生无未闻其详啊，五逆十恶怎么能往生，我还不知道这里面具体情况是如何啊。
能不能说明一下呢？这个我们约略了解一下啊。答曰：观经云，下品下生者，观经里面分九品，其中下品下生是什么情况呢？或有众生作不善意，忤逆舌，居诸不善，就是造种种恶业了。此人持如此愚人的以恶业故啊，应该堕到恶道，经历经多劫，应该在多劫当中，在恶道当中受苦啊，受苦无穷。如此愚人呢，临命终时欲善之事，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此人苦逼不凡念佛，就来不及念佛了，苦已经逼第一线前了，种种情况。那善由呢，再告诉他说，汝若不能念的，称无量寿佛也可以，称无量寿佛。汝自自心令身不绝，具足能念到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十念，观经里面讲念十声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以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一念当中能消这么一，因为他命马上要断了，恶业现前了，能念佛既能消业往生。所以念佛之时呢，他能够静经莲花，犹如日轮的住其人前，如一念情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以莲花中满十二大劫，因为下品下生的人要在莲花当中啊，十二大劫莲花才开。观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的为其管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即是发菩提心。这个时候他到那里去才发菩提心，你看见不？他造五逆十恶的人，他哪里什么叫做菩提心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上面昨天跟他讲了，往生要靠愿，要发菩提心即能往生。那么不是所有的人这个菩提心都能够发得起来，真是这样。我们不是说造五逆十恶也没造啊，那么我们现在诸位发起菩提心还挺难的。菩提心升起来，菩提心升起来，它相是什么呢？菩提心的相是什么？无私的，无条件的，为成佛，为度化众生。这样你想想看，我帮助别人没有任何条件，我心甘情愿乐意去做，再大的艰苦我都能，到这样的心才算是世俗菩提心升起来。但是很难啊，但是很难。所以受菩萨戒首先要有菩提心，你才能够受菩萨戒。不是说受个菩萨戒，受个菩萨戒干嘛呢？那大家都受了，我也跟着起受一个呗，有意思吗？你发菩萨心，你要度众生的心才可以啊。如果是自利自喜、自利自私的心，那根本就不得利益，不得利益。所以说真正菩提心能够升起，要听到观音菩萨，他实在还听不到佛讲法，这样之后他才能够升。那么虽然经过十二大劫在莲花当中呢，他当时受用快乐如刀立田，不像我们世间如此痛苦啊。所以说古云，故古者云，发中快乐如刀立，不比人间父母胎，不是父母这个血肉之胎的痛苦啊。所以逆罪得生者，患忤逆十罪的人能往生。观经说，以念佛除灭罪障啊，故以念佛为圣缘。余祥经义，他说我详细经里面的意思，就是念佛灭罪而生呢。然以书论苍而明之，这有三种意思。或问如何以少时心力能胜终身造业？这是业造了一生呢、啊，如此重罪，就那么刹那间非常短的时间念佛，怎么能够消业呢？有这么厉害呢？曰：心虽少时而力猛力，是心永绝，故名为大心。以舍身示疾，就马上要断命了，这个时候脑子还清醒的情况下，有人告诉说你有救了，你不要去堕地狱啊，
他赶紧就像我们常说抓着稻草了，救命的稻草，赶紧抓住，很要紧的，要不然你就要堕恶道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心念立马转变。我们死过 N 多回啊，多少回都不知道，但是忘了，死的时候会非常恐惧害怕的啊。真是安详死的人不是很多。如人入正的不惜生命啊，名为以见人。就是打仗的时候，你不打别人，别人打你，敌人打你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奋命的往前去，就是，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呢，此虽造恶，或现世曾修三昧，故临终劝念的定心欲成，亦是成即戒反人也。这种人是什么情形呢？这一生也有修其他的善法，修定业也有修了，但是所以持戒方面他比较反，成佛呢比较着急，这个地方就叫成即戒反，持戒比较反。众现现世不修三昧，意思数种经书，数种经书就过去是种的善根了，今生才有缘呢，临终的则遇到善知识，而是你头脑清楚能念佛，这是过去殊世善根，以数善业强固，临终得遇善知识，十念功成呢？为什么十念能够往生？那跟过去是有关系，因果是三世相连，因果如果不是三世相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的。这个人造业造了这么重，临终竟然会念佛往生，那过去是有积的善根因缘所在，今天能够遇到感善知识，然后念佛往生，所以说他时间很短能往生。若非数种，第三种，若非数种，不是数世的善根种子，又非现修，今生也没有修，这念佛呢之时啊，必有重悔，但是你念佛的时候获取非常殷重的忏悔心。所以永明说常是说，善恶无定，因缘体空啊，记忆深降，四分优劣，真心一两胜万胜百两之叠法啊，那么这个绝火微光哦，热妄任之极草，这什么意思呢？果报本来是因缘的，无性，你这个时候能够转变心念，它随着善念而往生。那么如果说你临终起恶念了，就可能堕下去。所以我们通常的经典里面要求说呢，至少哈、啊，这个人断了气了以后八个小时，至少要八个小时不要动他，不要换衣服，赶紧念佛，提起帮他提起正念，助念起了个辅助作用。他不是说的完全靠助念，我们平时都不要修行，等死了就去助念了。那么很多人侥幸死了以后到寺院去请出家人去给他做功德做超度，那是补助的。地藏经里面的七分才有一分利益，七分当中才有一分利益，那么必须要很恭敬虔诚才是，那么平时要靠自己自修才是。那么临终这个念很重要，你一般动它，它起恶念，因为我们一生当中都为这个身体，为这个身体干嘛呢？吃啊住啊穿啊打扮啊，种种执着，为了美化我们这个人，他就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身体，你临终的时候他要舍掉四大解体，神是要离开这个身体，他会很痛苦的。那有人呢，说临终捐献器官呢、啊？我们为什么佛教徒不去捐献器官呢？我们怕，因为要捐献器官，一断气就马上要切割，要不然你器官就不管用了，马上切割，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会起嗔心，一旦起嗔心就会堕落。原因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死都拿去火化烧了，是吧？那捐献器官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怕临终起念，他能够过24个小时以后再切割，那可以没有问题。但是20小时以后没有用了，器官没有用坏了，啊，这个原因，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一般通常情况下至少往生断气八个小时啊，或者十二个小时，那么过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会好一点了、啊、能够延长24小时那更好，24小时就没有问题，你想哭哭一下也没有问题啊。那么换身体啊，这个换衣服啊，也都没有事情啊。那么之后就不管他了，之后就不管他。那有人不少人的说往生了以后会要拿到寺院去烧，装糠里面的，我看到也没有必要，死了拿火化场烧更干净，干干净净。他那个温度高啊，一推进去一火就把你烧完了。我们自己烧啊，还不问你毛病，你提供一补啊，啊，空一路路的灰你没给我乱啊，茶牌没给我啊。火力不够大啊，在那里硬烤把它烤熟了，烤熟了呢，有些地方啊，我看有些地方烧它一次性柴火加够，它炉子大，一次性加够，它温度够，它一般是它放在那里一天，然后呢让它烧完。福鼎烧通常是烧2个小时就把它烧完了，2个小时烧完干嘛？烧了1个小时把炉门打开看看，哦，你看得干净点啊，炕已经烧完了，炕烧完了人还在那里靠一边呀，那肚子都没烧完，头还在那里，你说头磕了人在底下，哦，你给我捞出来，但是我给你查查找你查查查给你查这个，真的很看见很难受啊。你拿了火化场去烧，它一次性它电高啊，几千度一下子就化了，不是很好吗？看到那寺院烧比较好啊，居士都喜欢，干嘛呢？你死了还执着那东西干嘛呢？烧了化了不就完了事，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那寺院烧的，尤其福鼎很有利条件，那火化场允许我们去念经，有些地方不允许我们念经，那就拿火化场去烧，干干净净一次性。他扛一点大屋每的电源费这个他本来要打呀。家得你看到我本来就看到哎我看到给嘛，看到给没你搞挂的。看到哎老李就给人家得。是不是这样？机房都是这样，腿盘不上硬要把它盘上去。有一些人的念念经念念佛他就软了，他多少有一点留恋，有一点执着，通常那个腿盘不上。我遇到一个老和尚，怎么盘不上？炭啊，拿水去扶啊，炭盘不上。但是有的死人要骂真有用的，你骂一骂，我说你这一生的修行没修好，你临终的腿还这么死老硬，我得赶紧换软了，要不然不理你们你扔掉了。嘿，他一火就软了，一盘就盘上去，只能是这样啊。有的人你说这个敌念顶嘛，我敌念我这都管来敌念顶，死人重，死人千万不能说这么重能不能抬得动，你真的抬不动，你抬不动的时候你要骂他，我给你扔掉了哈，这么重，他就害怕，他就轻了，对吧？这个叫做什么呢？世间不可思议。世间他因为他执着那个东西，为什么这样？他执着呢，从南到北好像这个传统啊，传统习惯一直到保留，抬棺材不能中途歇下来，是不是这样？工地呢工棺材工棺把你我歇了，我老歇给你某个根本的他们工观念工把你我歇了里面来的。那么北方说棺材突然间掉下来，你就在那里埋了，只能在那地方埋了，或者呢家里要有事情了，通常是家里又有事情了，搞不好要死人了，他棺材才会中途歇下来。所以通常抬死人不歇的，那就是说可能是民俗不太吉利的情况。那有一些人真的很重啊，抬不动，抬不动你就得念叨，你死了你还放不下，你再放不下我就给你扔掉，真的会有用啊。啊，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世间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执着这个身体太深太重了。
所以说临终干死的时候不要去哭啊，不要 去弄这个东西啊，你怎么舍不得远一点，不要让他这个尸体在这，他神识刚刚脱体，他在周围，这个好像西方国土他们都就西方国家有做过测试的，人濒临死亡他有做过这个研究的，就是死亡到底什么样子，做过很多调查，有人死了然后突然间活过来，他患车祸了或者突然间死亡了，死亡后来抢救过来，过的几个小时以后，然后这个人会去描述，这个跟经典讲的是非常一致的。他说死了以后，他说你们在那搬动身体我都看见啊，我都会感受到，后来抬到一个地方黑洞洞的就进去，到哪个地方呢，后来我那个这个身体就着落了，就活起来了，有这样的事情。他暂时离开，暂时离开，可是他没离开，因缘成熟，他有可能命不该着的时候他会活起来的，这叫濒临死亡的情形啊，这个除非死过的人才有这个经验，我没有死过的，你跟他讲这个他不懂。他我们过去是肯定死过了，精神没死过，空给某东，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会执着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敢随便去搬动啊。那是说这个临终至关重要，你开导他或者念佛呢，尤其这么个帮助作用。就好像说你要去普观寺听课，今天去普观寺听课，有人说哎呀这毛老天总也中了，我瓦过来我弄好天，你说那样呀五样我其中要某哎来个就好了。那有人在那里怎么样推你去呀，还难得个难念费你讲的头啊，你看看看看那样好天天的中好你嘎就天朗过听见用过嘎就天朗过，那求我天朗过就你样蛮好。啊，怎么着？一那个说，哦，你搞那叫求谁呀？哦，你呀，你天哪，求啊！天天的哑巴嘛，无名呀，就。哎，你有人叫你去，硬叫你去，你就去；有人在那里托你，你就不去了。助念起这么个作用，临终开导起这么个作用，你赶紧去呀、啊！不要留恋你的儿孙，家里的事情，一切的，你这个时候不能说，哎呀，你死得好惨啊，家里事情没有解决，你就死了，密码没告诉我啊。完了，这个时候他去不了。你说一切事情都能够解决，你不要去挂念，你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你一定要这么劝他。你不能劝他，哎呀，你不能死啊，我舍不得你啊，麻烦了。他一念起眷恋之心，他就下来。去不了，这个时候赶紧去念佛，赶紧念佛开导，有用，绝对有用。就像我刚才比喻一样，有人劝你去你就去，有人说你不要去没什么好去，你哎呀去的辛苦的要死啊，坐了好几个小时坐在这个硬板凳上，你去干嘛？从头咬牙嘛，在那填的硬肉硬硬带，在那填就得了。听录音带跟这里我这表演肯定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现场听，所以说大家拼命要挤讲堂的原因是这样，啊、嗯，有实体感。到楼下，他就那个屏幕的，我便挂在墙上，是不是啊？这就不一样，要大家拼命往楼上挤，原因在，所以说你在这里听的感受，跟你回去听录音带，肯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修行临终呢告诉我们至关重要啊。这里比喻说为什么临终这么重要，能往生呢，念佛能往生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真金一两比你一大堆的钞票和布匹啊都管用，都好用，小小的一点火就能够烧整个树林啊，积得多大的草啊草堆，一点点火柴棍它就能够烧起来，就这么个道理。譬喻哈，十八问：五浊恶世人皆有罪啊，众未造五逆重罪，其余罪业孰能无知？就说五浊恶世我们都是造罪，虽然五逆重罪没有，其他罪也有啊，怎么才能去嘞？孰能无呢？苟不忏消灭，如果不忏悔消灭，但只临终念佛能往生吗？也没消罪，
不然临终念能往生吗？这里的义德往生，但是必须会念，能念听清楚才能往生，否则都比较困难。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全集弥陀不思议之大愿呐、啊。所以这里比喻说，在《挪心比丘经》里面讲到，如此百枚大石置以船上，百枚就是有一百个石头放在一个船上，你在船上运过去对岸就没有问题。如果这石头直接用河自己拉过去，那就很困难。这就比喻说，我们称弥陀的大愿直接往生是没有问题，藏佛的力能往生，是这意思啊。所以说集船力故石不没水，若无其船，小石一抹，小石头都会在水里沉没呢。一比世人一生造恶，临终念佛不入泥里，泥里就是地狱啊。若非念佛，虽作小恶亦入泥，你造小恶 也能够让你受苦啊，况大恶乎？传欲佛力，实欲恶业，古昔人待业往生之说，所以过去有人说待业往生之说就这么个道理。世祖文中欲因具惑难者，具惑难就是种种烦恼啊，亦得生同居主的原因。如生雄进，这是一个人呢、啊，当时有这么一个人，临入固滩呐、啊，马上要入火滩了。那么这个呢，并汾州人就是指的太山西那个地方呢，他是干嘛的？是杀牛为业，是吧？屠牛为业，临终见群牛呢逼出其身呢，很多牛骑来要顶他，痛苦啊，切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谭代啊，张宗奎杀鸡为业，他就讲了举这个山西杀牛的人，还有个张宗奎呢，杀鸡为业，临终见神士呢，驱这有一群的鸡追着啄着他，他啄他的两个眼睛，流血银船呢，都是因为有人告诉他称佛的名号，都得到往生。此非佛力而合，请夫以欲明之，如人现放光法入官囚当中，以托国王，如果说有国王来帮他，他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无非说明说的造重罪仗佛力能往生，就人造罪一样，有国王来保你就没有问题，不受罪。好，那么第十个问题，前因薄地凡夫辩解不退，此必以无恶罪业，今此待业而生，能不退？能不能证到不退嘞？既然能够，这个简单，既然能够往生，必定不退，既能往生，必定不退，这是第十九。第二十这一段很重要，我曾经讲过这一段文呢、啊。很多人都有这里面的问题啊。问：一生造恶，临终念佛，待业得生。他一生造罪了，造恶了，临终念佛能够待业往生。又可以证得不退转，三篇不三吗？医生能不能不退转？照样得不退转。此弥陀愿力诚乎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然这我以生前且做世间的事情，我活着的时候先做世间的事情，完莫哎，谁招待见谁啊？直待临终，哎，看临终了，将力念佛，哎，没来，进这那个有吗？有些人你劝他皈依三宝的，我现在不着急，等我老了再来啊！我曾经讲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人家劝他念皈依，他都还不着急，我再过几年再来皈依，他不知道他自己能活多久，是吧？世间不少人这样啊，他说啊，寺庙环境挺好的，等我退休了，
我再来出家吧。退休出家谁要你啊？不要了啊。我有一个同学凡俗了，凡俗了以后他说我等我退休了我去你那里出家，我说我们那里最多烧到45岁，45岁再上了我们就不要了。他说为什么呀？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你在家里这个骨头咬不动了到庙里来吃豆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说你时间的享受享完了，然后再想来出家，出家从头开始啊！你当小众啊，随众，你现在干活，你行吗？他说我以前出过家，我说以前出过家不算，从头开始，对吧？等你老了来出家，你的很多问题啊，你什么都跟不上了，叫你背两堂功课。你说哎呀，念佛就能往生了，背功课干啥？敲法器啊，不用敲了，我就念佛就好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这个寺庙他有些这些运作啊，这有些这些运作，如果没有这些运作，你们去居士们，你们去寺院，尤其汉地啊，出家人在凡间怎么修行？如果早晚课不做，你们说那功过了吗？做了，走不掉，走不掉，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多生病多艰苦，早晚功课都得做，钟都得敲。为什么？他习惯性这样，习惯这样，认为做功课就是修行，那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根本不知道，他被看不到我们在凡间怎么修行，他不知道，他只是看早晚课你有没有来。居士也比较喜欢上早晚课，出家人也比较不喜欢上早晚课。为什么？习惯了，一直都那样啊！你们突然间偶尔去一两次，那也没有别的修法，他只是说上上早晚课而已。所以说这些运作都得要啊！灯泡坏了怎么办？你去上去换。我卡过眼没把没的用。他说那种有个圈内的就顾你，对吧？你岁数大的，你退休了，往后退休都搞60几岁的了，60几岁到寺庙去，那整天在我都干嘛不了。你那个干嘛个？叫你把老来我，你考个本领光光把没留，是不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它有个年龄限制的问题，啊，至于未来你们只能上养老院去念佛去，是吧？老了当上养老院，国家有这个福利啊，不能等老啊。这里讲这一段回答告诉我，修行要赶紧，等不知道等到何时啊。天如常师回答说：“苦哉，苦哉，何等愚谬之言啊！何等错误的话！意思是说，临终念佛能够往生呢、啊，那么又能够证得不退转的，我等临终再念不就完了？”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苦哉，苦哉。”他说：“砒霜当酒，当酒就是有毒的酒，毒酒砒霜当酒，就是砒霜加在那个酒当中去，就变成有毒的酒啊。毒中之毒，今如此言，毒以砒霜当酒者也。你讲这样的话，讲这什么话？等临终才来修行，这会延误很多人呢、啊。等老来再修行，意思说来不及。”怎么来不及？看看下面啊，此啊，这非特误撞自己，又且误撞天下若身若俗善男信女，此皆此言也，都这样说。做这个撞啊，我们南方人讲这个普通话，很难分别的，这个有两个音。知安壮，知乌安壮，这两个我们读起来都是一样的。当时叫我叫北方人读，他们呢读的不一样。他说南方人，我说我都一样 啊。那么加一个 h 的，它是赚钱的赚，去掉这个 h 的，那就是骗人的意思，骗人的意思啊。这个壮，灰特误壮，误壮就是误。耽误了，欺骗自己，这种想法是欺骗自己，而且呢又欺骗天下僧人
出家人善男信女，意思说不能这么讲，等临终再修行。不少人也是这种侥幸的说法，反正等临终再修吧，以后再修，老了再修吧。现所谓逆罪凡夫，临终念佛者，即说到逆罪的凡夫，临终能念佛的呢，乃是素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那必须要善根福德因缘。临终能念佛，我看没有几个，哪怕出家人、老居士也好，到临终的时候几乎都昏迷。你们见过多少人临终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靠，有吗？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们在高僧传里面有看到不少人因为这样念佛念佛往生，福鼎这么多年来，也就是赌楼老和尚他闭关九年，最后叫副官的人把门打开跟他聊天，说完了说大家一起念佛吧，然后他自己躺下，他说那我躺下念，在念佛声中安详四起。这是副官人，我们在场，他那个副官的人呢，也是老实人。他说：“你等我往生以后，你再通知别人呢、啊。在往生之前，不要通知人。既然这么好的消息，赶紧得通知我们呢、啊，我们把它录下来呀、啊。这样一个很好的弘扬，他可能怕干扰的原因，有可能怕干扰的原因。那么副官的那位师傅就没有这么做。”他说我去世了以后，你要告诉介某人，他说告诉太普山介某人，叫他来帮忙。他没当这个，他第二天凌晨早上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提前没告诉我？他说叫我不要告诉你，太遗憾了，可惜得很。可是他就能够做到这样，他真的无牵无挂，九年闭关从来没有出来过一次，没有跟人家聊天过一次，只是告诉说我卫生纸没有了，有一次这么讲。然后呢，东西他说以后不要再拿吃的东西给我了，以后我不再吃了，几天前这么讲。然后最后叫他说今天把门打开，他的门要两边你打我打一起打才能打开，他自己打开外面不打开是打不开的。他那天告诉副官的人他这样。那我看的不少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我真正临终送人的不多不多，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好像我在山上死了不少人呢，不少人就有一个老沙弥，那天中午夏天7月13那天死了，吃了饭，他们告诉说，那个老和尚可能快不行了。然后我过去了，他们说他已经死了。我过去一看，他会动，还会动，躺在那里，没穿衣服，上身没穿衣服，就靠在那里会动。然后呢，我就说的，我说你这个业障鬼呀、啊，你早不死晚不死，这个时间死。我劝他，我说赶紧啊，你好好念佛，不要再造业了。死了，他还蛮好死的。只是这样而已啊，然后他没听到他念佛，所以说临终念佛，你要等那个时间真的很难啊。不少老居士只能说啊，死得蛮好，他某某人死得蛮好，安详一点啊，没有这样，丢低点甜的，今天的丢低点甜低点，他没有啊，没有很安详的死，然后呢，这已经算是善终了，绝对是善终，没有问题。蝴蝶叫娘抓着手不放的，这样的也有啊。所以说临终念佛，那必须要怎么样？殊是善根福的因缘呐、啊，方欲知是。所以不少人的意都跟身边的善道友善友说：“哦，我死了，你一定要来呀、啊，一定要来。你死的刚好，他在，他能来呀、啊。他正好出差去，他怎么来呀、啊？”你死的时候他在北京，你要不赶紧来，来不及了，已经断气了，就是很难真的遇到善知识能够开导。那么有善知识开导你方得念佛，而且你跟那个善知识必须有缘，听得进去生欢喜你才可以啊，否则的话都很难的。
所以说这样呢，此等侥幸，万万人中无一个半个。你看呢，万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半个，所以就不要侥幸，怎么样？提前啊！汝将为人人临终有此侥幸哉？你以为人人每个人都这样侥幸？临终念佛，一到善知识开导，然后呢，合掌告假啊，我走了啊！这是万万人不得啊！且不见勤于论，勤于就是净土勤于论，这是唐朝 的上岛大师的一个弟子怀感写的勤于论里面说，世间有十种人呢，临终不得念佛，有十种人临终不得念佛，我们看哪十种啊？一则善友未必相遇，你交代善友，善友未必能够相遇啊。同道的居士们也不一定能够现场，所以呢，无劝念之理，没有劝你念佛的道理。二呢，夜苦缠身，不烦念佛，这痛那痛，昏迷了等等种情况不能念佛。三者，或必偏分是语，不能成佛。那现在比如说现在的病，高血压啦，那么心肌梗塞啦，突然间要中风，怎么念？念不了了，是吧？那么就是属于偏中风了等等情形。那么第四呢，狂乱失心，助想难成。狂乱失心，临终的时候狂乱，乱的是很大，他想的事情很多，一生想的事情未了啊，那么很难。第五，或遭水火不暇自沉，遇到大水了，你看那不少人坐车被水冲走了，或者山体滑坡了，大水冲走了被淹了，忽然失火了，不少人因为你看坐公交车搞不好哪里就是有人纵火烧了或者爆炸了引起火灾等等，这都来不及念佛，也不及自沉了。六则遭遇豺狼，无护善友。现在豺狼不一定遇到，你遇到狼狗也有可能，遇到藏獒也有可能，是吧？遇到这些恶兽，你看上一段时间不是有人跑到那个虎园去被老虎给咬死了，这个都是果报因缘，你看见没有？你学佛人肯定知道，这肯定是过去是果报因缘，他怎么会逃票跑到虎园里面去呢？被老虎咬死，老虎咬死的啊！现在这个是突然间被老虎咬得很，以前满山遍野有老虎啊，现在没有啊，都是圈养的。你自己飞，你飞你的个飞，是不是这样？跳到里面去，为了免票投票跑到里面去死，你就是我们看看这该死，是不是这样？那这罪业难逃，难逃，他会送到让他咬死，这都是如是因如是果，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如果这不是三世因果，你怎么解释得通？这就是过去式的业因业缘而已。第六呢，第七，临终恶友坏彼信心，恶友或者你的子女不信啊，那么敲锣打鼓啊，大喊大叫啊等等的因缘都有可能。那么这你要这么断气的，隔壁人做什么丧事或者喜事放鞭炮了，吵得很，这都是会影响的。第八，饱食过度昏迷致死，或者饱食过度吃过饱了，那么现在比如现在的种种恶疾恶病突然现前，来不及念佛。九，军政斗战焉福而亡，和平年代不存在，那世界永远存在的战争的危机，你看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准备自己最先进的武器，现在要打起仗来不像以前那样子，不是抗战争那样啊，那么的解放战争那样用步枪打，现在打起来那都搞不好的化学武器出来，那一个炮下去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这个时候你来得及念佛吗？根本来不及啊！世界和平，我们和平要想到它的危机，世界一直都是如此，有不安宁的不安静的因素存在，所以我们时时要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这是我们的心愿呢。我们先希望天下太平，不要战争，战争老百姓就苦了，你哪有时间去念佛呢？
第十，忽堕高岩，三毁性命。很多事情都我们过去试的一也不懂，你看的是偶然呢，其实有它的必然性。坐车翻车了，从悬崖掉下去了，现在这个可能性会更多。玩手机，玩手机，然后看手机，看着看着前面有一个陷阱，你不知道就掉下去了。这样的现在很多这样的人，一个沟啊，那么一个井盖突然间被人家偷了掉，他没看见就掉下去了，啊，这突然间是吧？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去念佛啊。就如此等十种之事，皆是寻常耳闻眼见呢、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啊，都已看见突然间的事情呢、啊。这个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啊，你不要因为我一生吃素啦、念佛拜佛，应该不会。你怎么知道过去是你造了什么恶业现前？你说不来呀、啊。你不因为你出家了就没有这个事情，照样有恶业现前，过去世的恶业现前。这里讲说，不论生熟男女，人皆有之，都有可能，或树叶所招，现业所感，有树叶所招，或者现身造了种种恶业，感得了，忽而现前，不容回避，根本就回避不了的事情，这样的事产生，你怎么来得及念佛的？你又不是神通圣人。有宿命通，能知临终有业无业。我们不知道啊，未来怎么死，有没有业现前，没有神通啊，不知道。又不是有他心天眼，能知临终好死或者是恶死，都没有办法预知啊。如善十种恶缘，忽然招着一种，上面这十种的例举十种，其实还有更多的死的情形呢、啊。忽然间神经了，忽然间神经了怎么办？你不是你所能控制的，治也治不了，就没有办法念佛了。所以说有一种变修了啊，那变作手脚不得了，你就这手脚就慌忙了，不知道怎么办呢？变之，变有知识佛佛为老，称救你不得了啊！这个时候有佛佛来，你也救不了了。因为你当时没有正念现前呢，便须随业受报，这样就有可能随业受报了。像三途八难中受苦受报啊，到那时要闻佛名不闻了，你想闻佛名就难了。很多人侥幸啊，我现在先修这个法，修那个法，我要按次第来等吧，等你哪天死，你怎么知道哪什么时候死？听说及早念佛。只劳你无都没有这些恶缘，只是好病而死，即是好病而死，亦未免分刀解体啊！分刀解体就是四大解体，像刀割一样那么的疼痛难受。四大分离，如生龟脱铜啊，这龟活活的把这壳脱掉一样，那样的难受。然后呢，螃蟹。落摊，螃蟹落摊，很多人喜欢煮啊，吃海鲜的人喜欢煮生猛的东西，它的味道很鲜，你吃吧，多吃，造业啊，他难受啊，你怎么难道没看出来吗？吃那些活的东西，水烧开了把它放下去煮啊，他疼啊，难受啊，这些比喻说人有可能死的就是这种情形了、啊。痛苦逼迫，怕不张凡念佛不得了，这个时候死得非常张狂，惊惶失措啊！不要说别的，丢卡踢掉，我念了阿弥陀佛，稳田掉了停，哎呦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说我们经常念佛，经常念佛，丢卡踢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你不经常念，你的一不小心摔一下子。你都想不起来，所以时常在训练念头串习，让它能够连贯。更劳你无病而死，你不也没有病而死，又或世缘未了，世间的缘事业没有做完，你会牵肠挂肚啊。四念未修，贪生不死，
扰乱胸怀。世间的事情永远做不完的，诸位，是呀，自己头来看不了，看不进啊，看的呀，建寺院、建筑永远做不完的，这是我有经验啊。我以前刚回来，我的大殿建完了，我再也不建了。然后没地方住，我修两间房间，修两间房间了。后来客人来了没地方住，那我修一间客房，客房修完了住满不够住，僧人又没地方住，那我再建几间，再建几间斋堂又容不下人了，我他妈斋堂再建，斋堂建完了又挤不下去，我建大一点，大一点又不够住，吃饭够呢，上殿挤不下了，建个大殿大一点嘛，大殿大一点，居士又来多了怎么办？现在也有人忽悠我说你再见吧，你再见，我说我不上你们的当，我说我来不及了，后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不串席就跟上面一样，哪一种情况嘎过去了，是吧？一生出家，诸位出家，今天出家众很多，我们一生出家一定要有所成就，死的要有一个交代啊，啊，誓愿没有谁逼你要一定要建的嘛，你有条件建，你没有条件你可以不建呐、啊。建寺院欠债，欠一屁股债，整天人家追着要债，做孬做偏，养不养你？啊？没有谁逼我们一定要建啊，建的那么辛苦干嘛？到处化缘，哎呦，见到一个有钱的居士来，看他见到狼外婆一样的，我的天！哎呀，居士菩萨呀，你来可好了，哈哈，对不对？你一点身格都没有，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格嘛。你看到一个有钱人笑得个狼外婆一样子，干嘛嘛？是不是这样？我有钱我就建，你愿意建一建是你做功德，你拿钱是你做功德，我帮你而已啊。本来这个寺院是应该居士在做的，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做，那你出钱你做，你出钱我出力，然后你现在变成干嘛呢？有钱的居士来啊，要高兴啊，请啊请啊，善坐请善坐，请啊，喝好茶，愿意拿你就拿，你不拿拉倒，我不建，对不对？哎呀，写个功德碑了，写个什么的什么功德碑？你看我们的山上，建庙也没有一个碑，一个名字也没有。他拿钱一开始，我们说我们没有功德碑啊，你愿建你自己建，这是你做功德的事情呢、啊。写个碑，你若干年来哈，我出了这么多钱，给你还添麻烦，你搞不好你往生没去，在庙里当伽蓝，着急了，当神在那里。护法，对吧？你要符合佛法的，佛法的意思是这样，义理是这样，对吧？出家干嘛？修道啊！有个地方你就好好修道，庙叫道场，修道的场所，而不是帮家把那个在家搬到寺庙当家。这个寺院是我的，我修的，然后一天到晚执着那个地方，干嘛？你搞不好你就当伽蓝的了。你死了一生修行在那里当神了，护法神，你值得吗？花得来吗？所以说我们平时要训练，平时要训练，我们在那个寺院我们要积极护持，护持道场的目的让人家种善根，居士来欢喜种善根，你们来你们去拜佛是你们的自己的事情了，居士到庙里边藏着师父，哎呀，师父对我昨天讲了，师父不理我了，哎呀，我出这么多钱，哎，师父来看我也淡淡的这样的，我以后不出钱了，你不出，爱出不出，你不出你不出，不出你不做功德，你出你做功德，你不至于他整天被这居士藏老在那里，你一点空间一点时间都没有，居士家里生孙子了，叫你去你也得去，哎呀，推不掉了。那个居士对我们事业有贡献，然后他孙子做周岁了你也得去，他搬家了你也得去，哎呦，他家里生病了你也得去，他死的人了你也得去，哇，你的 KQ 也低呀，是不是这样？有缘老居士他一生念佛护持佛法，我们有因缘去看看助念几句就罢了啊，不至于被哪个居士牵着跑，
居士们也不要以这样的心态，我有钱我把师父怎么样，不知道谁拜谁做师父，是不是？我有钱师父对我好，你布施嘛，你做功德啊，你做三宝的功德，那个东西做都是固定资产，虽然人死了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死了他也拉出去烧了，他什么是谁的，谁是谁的就没有关系，你要这么想。然后呢，你有缘出家，那个寺庙跟你有份，叫十方常住，谁都可以住，就这样。而我们在那里庙，不要一天到晚只是过日子过生活，一天到晚眼睛啊，把山门一打开就想人来，看你们人来呀、啊。二月十九到了，我要办几桌啊？互相打电话，你在北归咯，丢偌钱咯？你累不累呀、啊？居士来随缘吃，随缘吃，愿意吃吃，不愿意吃你吃出吃。蔬菜馆去，你要是好吃，你在家里有的是好吃。庙里就是这样，我们这么吃，我们也吃一碗一碗饭一碗菜。居士到庙里来，他不会挑剔这些事情，他要挑剔，他可以不来。这样信仰不够的人，你可以不进去，不要当祖先这样去伺候。你要更多的时间用在道上，想着自己的道业还未成就，我赶紧修行啊。引领居士一起去修行，发起道心，这是至关重要的。佛法今天这么乱，这么乱，我们出家人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个钱盯死了，一天到晚都想钱，想得发疯，想得做噩梦，有必要吗？没钱照样可以修行的嘛，你好好修行也不会饿死的，绝对不会饿死，你相信？你真的没饭吃了，你怎么办？你到佛法城那里去，委托菩萨，我没饭吃了，明天你说我咋办？委托菩萨问你到底干嘛呢？你一天到晚在那干嘛？没有好好修行，他肯定不理你。你要好好修行，他会去把佛法赶来的。佛在《佛藏经》里面讲了，他说。主要出家的，你去修行的，佛说我的白毫相中拔一根毫毛，这个功德以利天下的佛弟子都受用不完，佛福报有多大？我们今天出了家都是仗佛的功德主位，我们的仗是三宝的功德，仗三宝的光明，我们吃住受用如此丰富。所以说我们要感恩，感恩什么？要报三宝的恩。他是怎么报？好好修行呢、啊，好好修行，做出家人该做的事情，这是最好最好的事。那就叫做依法供养，依法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你去修行就很，不要去担心啊！我要修庙了，我要修这个。啊，我刚才讲的一些经验是这样，永远做不完。你前面做完了，后面的房子又坏了。又要修理的又不合理，有居士煽动的师傅这个房子坏了不合理，你要再修吧，行，再修，修完了，哎，前几年修的房子又坏了，你还在那里修啊修啊修啊，你所有时间花在那里搞房子搞建筑，它有瘾的，有瘾听得懂？有瘾不听话，不听话怎么说啊？念念那好念啊，那念你不卖来，是不是？有瘾，他有成就感啊！这房子修起来的很有成就感。然后我电机的落成了，开关总连开关，弄弄关亏没了，亏没进啊没有，顶安点的。整天听那个庙又开关了，这里又开关了，哦，开关办了多少多少桌，我都能不能换个题目呢？不要整这个东西，有意思吗？你觉得可整天开关有意思？你无非就想钱呗。很多人开关啊，开，我说你开个关能赚多少钱呢？我说我给你吧，你别整行不行？我说你累不累啊？你仔细想一想，是干嘛？想钱？想钱干嘛？修庙？修庙干嘛？引领信徒来。引导信徒来，信徒来干嘛？建钱，建钱干嘛？修庙。奇怪，这恶性循环啊，恶作剧，这叫
有意思吗？那你庙里必须要有佛法，才能在修行才死啊，一定是这样。很多老居士出了家就要去修庙。殿下西门有一个老居士，住别的庙住不来，跟谁都合不来啊。他天安的革命里，刚一个看看这个地，他老的比什么年纪，我年纪比的，他打我死开没年纪，他怎么用？洗碗了。他问了我就说洗碗了。说你不听，你说我你娘归烟，说我叫表烟。贪图自由啊，建庙的人想当家都想自由，我说的算，我跟你说，见我跟你留，古本人离的寡人那边天不能讲，他觉得不舒服不爽，我自己弄。你一生都搭进去了，一生都搭进去了，诸位，你必须要有一群人帮你做事情，你自己才有时间修行。然后建庙，你还得挖地基，然后设计施工、装修等等，要费多少的心血？你跟他看，你说工人这东西，你几天不看，他给你搞得乱七八糟，很多都返工，你时时都在那里看，盯着告诉他怎么做。搞两一步啊，你看弟弟来讲，你两一步的卡嘴，你看你的老一点点嘴呀，你那是阿毛讲一走到底，啊，两一步。老一人熬几几天就打了别个家不追，你给你一个黑工黑工，一个你抢追了呀。这些小小的事情都会这样，一不小心你就，那么你这样会花到多少心血，一天到晚浪费多少时间？这样你念佛能连念吗？他们也能念阿弥陀阿弥陀，在无尽爱念咒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在无尽爱念咒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你还得都一天去想啊，是不是这样？轻重当轻重的人呐、啊，千万要体解，当领导、当当家的人不容易。我当都当过家，轻重船不坏了，房子漏了，东家我卖的摩托店里卖的卡盖给我修了，我们都卡懂来了，你卡没懂那个？等你弄改的呀你，有我什么有办法？你找东家，你弄得给我修呢？他都得去辛苦啊，还去买锁，还去找工人帮你修，然后你呢百般挑剔，这菜怎么凉？这瓜菜就不没凉的呢？你想着了吧？是不是？当轻重他的挑剔，当当家的很无奈，他无奈可以不当嘛？你可以到别人去住啊，是不是？所以说。还想继续建庙啊，还没出家的诸位，想出家想修个庙做当家的人，我告诉你放弃这个念头，对你修行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你没有一定的毅力，修念力你都没来。建庙一座修一座，一座修一座，有人护法来了，有钱人给你拿钱，你就高兴，你就接着修呗。反正庙里头一修他都会有钱的，想尽办法他都会有钱的，感情仓啊等等啊都会有的。所以说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换的真的没有意义，做不完，世间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所以这里怎么样呢？你会担心你老了病了，你没有烧的一个得力的徒弟放手不了，而且呢你做的事情又没完，这就是念未休啊，贪嗔怕死，你能不能让我多活几年？曾经一个老和尚80多岁的，快他得了绝症了，我去看他，他说能让我多活几年，我有很多事情没完，愿望没完。我劝他愿望可以再来啊，我说你现在不要紧，自然有办法。他说我有点放不下，庙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他已经这样了，快完了，没告诉他得绝症，他说我们知道他得绝症，但他放不下。贪生不死啊，怎么样？扰乱胸怀。若是俗人，这是世间的人会这样。若是俗人呢，一有间家事为民，家事兄弟呀、啊，他的儿女啊，这个家产没有分清楚啊，怕他斗争啊等等事情，后事未办，以及后事怎么办都没交代清楚。
老人家，我告诉你们啊，在做居士也好，出家士也好，你可告诉儿孙们，死了简简单单，拿去烧掉，骨灰撒掉，不要吸扣吸扣烤去吸了就。啊，我空下几个弟弟，摸到了摸他了，你亲密们在这搞搞我节目啊，你走在谷底吧。你说念佛要去西方，然后又说我在那个塔里，清明又叫他们给你烧纸烧香，你有意思吗？死了赶紧把它扔掉，最好的处理，一点不要牵挂，自己不要牵挂，不要让儿孙去牵挂你在哪里，彼此不牵挂多好，应该这样处理。你活的时候把它处理明明白白，啊，东记一下西记一下，麻烦得很了啊。七体子哭，百种煎熬啊，念佛不得了啊！你若有牵挂，你就非常麻烦。我死的骨灰，那个骨灰罐你们要帮我买呀、啊？骨灰罐你们给我刻上名字啊？那么跟师父联系好的没有啊？你讲这个事情，你念佛都念不了。交代，死了烧了扔掉，简单，你就没有牵挂了，没有那个瓶瓶的问题，也没有那罐罐的问题。啊，换那个塔，换那个什么位置比较好？死的火都烧了，变成灰了，你换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都放不下，死了别人，丢了别人，回别人土窝了你。就给整弄你我俩，一定一定要训练，现在开始训练，换下，不要去计较这个东西。死了烧了扔了，啥事没有？简单啊，人家国家领导人都能这样。更何况我们修道人呢，是吧？如果是这样，影响你的修行，更扰你未死以前只有些少病痛在身呢，忍疼忍苦叫唤呻吟，因为一点点痛啊，都在叫苦连天难受啊，我们都很难煎熬啊，问药求医，祈祷忏悔，杂念纷飞，念佛不得了啊。有点病在这里祈祷啊，那里求这个求那个保佑啊等等，都不能忍受。更劳你胃病以前只是年纪老大，衰相现前，困顿笼中，就是老的样子的笼中老太嘛，愁叹忧恼，只像个老衰老身上左岸右排，念佛不得，就是你老相出现的，有这样的担忧或者那样的担忧，种种事情都会影响念佛。干扰你未老以前正是少壮之日啊，正好念佛，只是说少壮身体健康更好念佛，或稍狂心未歇，如果狂心还没有歇下来，俗物相关的东攀西延，杂思乱想，夜事茫茫，念佛不得，左攀岩右攀岩啊！微信这里加一个，那里少一个，有意思吗？加那么多，那都是障眼。有人说啊，你要留个电话号码，很多很多出家人也好，居士也好，都喜欢很多一个群一个群一个群，一天到晚的那么群里面去，这是现在的扰乱修行的很大的一个障缘，这就是东攀西缘，扰乱身心。更劳你清闲自在，有志修行，消以四相之中照不破，就是四相当中照不破，换不下，把不定，坐不断，忽招蝎子境界现前呢，一个主人随他颠倒，念佛不得了。事先放不下，还有股票了，有人买股票的啦，做这个做那个事情呢，对世间的种种事情把不定，还有种种放不下，你都会很麻烦的啊。这都有啊，啊，你看他老病之时，少赚清闲之日，稍有一事挂心，早是念佛不得。因为我们一直不要说经常都在念佛，有一点点事情起来了。就念佛念不得了，比如说住小庙的人，有两个人吵架了，那个当家师就会比较烦恼，如何去调和调解呢？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是，然后呢，他背包要走人了，你怎么办？庙里没人叫敲亲，没人当委托，请他，他不
不干走了，那你又担心吗？有麻烦的事情啊。那么在家也是这样，家里人不和，遇到事情了，你都会有种种挂碍，这种挂碍都是修行障缘呐。况在临终时在啊，何况你更盗且做世间事业，你真是人呐、啊！说是吃法，所以说你世间人做世间的事情，还说等临终念佛，这是吃人讲吃话，敢保你错用身心了啊！你这不怕错用心吗？世间事业如梦如幻，如影如响，哪一件有实效？哪一件替的生死？哪一件事情就替不了我们的生死的事情呢、啊？众劳管照且然，多增常住，攀求名位，交结官侯，汝将为多得好事，殊不知犯的如来不体道本呢、啊？管照且然等戒，其不见道有为之功，多诸过咎。其实我们造的见事愿等等，这里讲了天坛未就地狱先成啊，搞不好这造业了，建庙也花了很多心血啊，攀种种缘呐、啊，然后呢动土杀生呐、啊、等等的事情，搞不好啊，你又不提道本，没有好好的修行，搞不好天坛没成，地狱的业已经成就了。啊，这里讲了修道的人，出家为民，皆成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时，方知平时所做尽是加善添加。你仔细想想，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找麻烦呢，是不是这样？出家以后，大家才知道，哎呀，出家搞个寺院，原来是枷锁上套个枷锁。本来出家是寻求解脱。学佛寻求解脱，没想到枷锁再套上枷锁，不得自由，叫做锁上添锁啊。护炭下蒸柴炭，滚炭的烧了一锅水，底下再加点柴火和炭，那就滚得厉害。剑树上铸刀枪，袈裟下是却人生，万劫难服啊。铁汉蚊子也许落泪。铁汉子看到这样都要落泪害怕啊，真是这样的。修道修得半天去哪里啊？祖师孺子苦口劝人，诚许你且做事业，待临终犯念佛。祖师没有讲，叫你道业先成，不是叫你先做事业然后再来修道，完了会有很多牵挂的事情。那又不见死心常思，这死心常思我们前面看过，叫做悟心常思啊。世间之人财宝如山，妻妾满前，日夜方乐，他岂不要生长在世？奈许前程有限，暗里相催，福道奉行不容阻止。这什么意思呢？世间的人财产很多，妻妾满堂等等，但是他长生也长生不得啊。等你阎王爷的请帖来的，福道就是阎王爷的福道请了，你不得停留，就得走了。阎王老子不顺人情了、啊、你该无常道你就得走啊，这无常鬼王有何面目啊？且据诸人眼里亲见，耳里亲闻，前接后下，亲情眷属，朋友兄弟，转墙后生，死却多少，世人多云，待老来翻念佛，好叫你知莫黄泉路上无老少，能有几个待得老道啊？这不告诉我们吗？很多人等老了再念佛，他说告诉你黄泉多少英年，小孩去世死的有多少人，等不等你老啊？叫少年夭死者有多少人？古人云：“莫道老来翻念佛，孤坟多是少年人呐、啊。”那个坟墓里面有多少是少年的人？骨灰里面，你们仔细去看看，吃过世的海会塔放的很多骨灰，很多年轻人照片贴在那里，你仔细去看看，
不能等。又云：自从早年朔去养儿，经营家计，受尽万千辛苦。这是指的世间的人哦。从小为了，你看咱们世人都这样，其实很短暂啊。小时候去读书，读书去求功名啊，成立家庭啊，娶妻养子，然后呢很快就老了，去迎家计啊，百般的辛苦，突然呢三寸气断，未免一旦皆休。你看弄了半天呢，你一口气不来，一切都完了。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若是孝顺儿孙，如果你的儿孙是孝顺的，栽得几身就栽得去供养僧众啊，看得几部经就请几个出家人帮你看几部经的啊，烧的脖子，脖子就是金钱纸啊，春三秋九，或者春三季夏，秋天到九月了，什么时间呢？去祭祀一样。我们南方基本上就清明去做一下了，然后呢，有些节日会请请祖先呐、啊，那像北方他有的十月初一一定要去坟去祭扫一下啊，他我们一般清明扫一次，那么北方会扫两次。就是那么少两次啊，那么做得晚更饭，哭得几声，又是记忆爹娘了。这就比较孝顺，还记得爹娘呢，煮几碗菜摆一摆啊，给他过年啊，你对你爹爹爸爸啊，不必跟他卡就丢啊，那今年对你爹你讲而已，是不是啊？那就是记得父母啦，记主而已哈、啊。若是不孝之子，如果不孝之子，父母方死啊，骨头未人，坐打财产，出卖田园，恣意作乐，这样的事情多得很呢、啊。死了还没埋，父母他兄弟姐妹就在那里打官司啊，打架了，分财产，钱剩多少，存折赶紧翻呐、啊、翻呐、啊，有这样的事情，这多得很呢、啊。所以你说你的留多少多少财产，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你遇到败家子一点用都没有。是吧？你自己赶紧做功德修行，那是自己的本钱哈。持比较之甚是甚急呀、啊，哈，着甚摩急哈。你这样比较，你说你世间的事情，你做什么急呀、啊？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以儿孙做马牛。你不要在儿孙那里做马牛，做差不多就行了，放下，好好修行。复引古德云：忍孝护家翁。银生蛮世间，屯内米生虫，库中钱烂罐，日里把称，夜间点灯算，行海如傀儡，莫叫绳索断。这是一个句子啊，一个句子。他是有钱的人呐、啊，有钱的人。为了生计拼命的忙呐、啊！你最近在网络上经常呀，几个户侯，很多很多钱呢、啊，很早就死了，很早就死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有的明星家当存万贯呢、啊，很多很多钱、啊，他一旦得了绝症，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死了啊，忙得很呐、啊。即使说现在不至于说这个存米啊，存了多少啊，钱放在那里烂了、啊、也不会，那你存的很多钱就在卡里面都不是你的啊。这就是过去人把称啊，称斤两多少啊，晚上呢点着灯在那算多少钱。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就像傀儡一样，所谓傀儡就是木偶戏用线抽的，这个绳索一旦断了，那个傀儡一点用都没有，也就是我们的气一旦断了，这个身体一点用都没有啊。始心如此苦口劝人，始心常是如此苦口劝人，曾许你且做事业，待临终方住念佛乎啊。你不能想说啊，我现在做事业，等临终再念佛，那没有一定搞不定的。当时人生在世啊，能有几时，人生在世很快的啊，时火电光，一晃一生就完了，眨眼便过。趁此未老未病之前，抖擞身心，
薄气四事，四气能放下赶紧放下，这薄气四事，得一日观音，念一日佛名，有一天活着，每天睡觉醒来摸摸手脚都好得很健康，还有很高兴，这是你的财富，赶紧念佛，今天好好念佛，晚上完整的身体躺下去睡觉啊，我手脚都完整躺下去，很庆幸，赶紧在念佛中睡去，明天早上醒来，哎呀，手脚还好的，身体还健康的，继续念佛，就这样，得一日观音，念一日佛名，得一日，得一时功夫，修一时敬业，由他临命终时好坏，你就自己去做就完了，不管临终怎么样，那就一定会没有问题的。我是盘缠预办了，我盘缠办好了，就是我修行了。最后怎么样不管他，我的前程呢稳稳淡淡了，若不如此后悔难追，失之失之。你看这一段文讲的怎么样，怎么样痛彻恳切，至诚恳切，如果这样的话听的还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啊，还说我怎么办呢，我到底要出家我还是要在家，我要不要建庙，要如何这般呢，那就颠倒去吧，继续颠倒，我没有意见，对吧，祖师们已经讲到如此的恳切，如此恳切，赶紧修行，得一天观音赶紧修行。好，来不及，我们看26问蛮重要，26章46页，问曰：念佛相继之修，相续之修啊，岂会于所愿？他说这是不是也是我的所愿呢、啊？奈何定力未成？念佛就天天念，天天念。他说我的定力不够啊，就是念不下去啊，念头无阻啊。或旧觉未忘，或邪思乱起，或境缘相除，照顾不牢，这个是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文字看得懂吗？看东看宝东啊，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出的，师父啊，我念了念念的就想别的怎么办呢、啊？我今天念念，等下又没念了怎么办呢、啊？就这种情形啊，定力未成，念头无阻，念着念着就念别的了，杂想很多。完了，过去的学的东西他又想起来了，就念未完。学思乱起，你说杂念的事情很多的都想起来啊，谁跟谁曾经吵过架啦，怎么怎么样，事情都现前了，就是学思乱起呀、啊。或者境界现前了，照顾不牢，或思想纷飞。思想纷飞，一边念一边想东想西，就思想纷飞，恶耐不住啊，恶耐不住，你根本就压不住这事情。不觉念头呢，东走西走，泛得远来，就是你眨巴一下眼睛来呢，千里万里去了，你眼睛一眨巴，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他去嘴巴念呢，心不想到哪里去、啊、这常有的是不是、啊、无论是你打什么佛七，打着怎么念，他都会有的，这样讲祖师都告诉我们这么道理啊。诱惑惹着一毫世事，或者是突然间发生什么世间的事情来了，遇到什么事情了，便是五日十日半月一月摆脱不去啊，不得见，事情出现，家里事情出现，亲戚朋友事情出现，就世间的不同的事情出现呢，一下子5天10天，一月一个月半个月都停止，不停止不下来，且心收不回来，叫做摆脱不去，岂待间断而已，这不是岂特间，这不是间断了吗，不是告诉我念佛不要间断，这不是间断了，言之可惭呐、啊，想起来真的很惭愧呀、啊，丝丝可动，可动就是心里很难受啊。又当何策以治？这样办法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通病，是不是这样？怎么办？看看祖师告诉天如常师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事情啊。
大言无福，持天下学者之通病。你看见没有？其实修行人都是这个毛病。所以有人问我说这是正常，往往有一些人在说的，你怎么样，你就是告诉我正常，能不能说不正常的呢？本来就是正常啊，本来就是正常，这就通病啊，天下人都有这个毛病啊。那怎么样，继续只能继续。汝当间断之时，若不痛加鞭策，则修专修无间之念，永无成就。所以就这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间鞭策自己重新再来。译文：古人有三种痛鞭之策，痛鞭之策就是鞭打下去很疼的三种办法，今复为汝献之。天竺大大师告诉我们的有三种办法，告诉你这三种办法如果治不了那就没办法啊！你得了重病了，给你开三服药，这三服药吃的不管用那就没办法了，毛衣了，是不是这样？汝当谛听而谛，当谛而听之。谛就是真实的听，真如常是告诉我们，天目常是告诉我们的，这有三种办法，这三种办法对治不了，意思你心就收不回来，心散乱了，心散乱怎么办呢？如何办呢？有三种办法啊。第一是报恩，第二是觉知，第三是求验证啊。那么第一种我们看怎么讲报恩，既修净土当念报恩啊，既然修净土要念报恩之心。佛恩滚，故未暇论。佛对我们有恩，佛出世，佛在成典劫修行，然后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来这世间告诉我们有恩。如果没有佛教，我们没有办法闻到佛法呀。国家国土对我们，社会对我们有恩，这个好像这里讲说这个暂时不说了，好像远了一点，是不是啊？我们来听佛法往往会听一些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呢，我们比较感兴趣，讲得太远了倒讲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看我昨天讲很多笑话，大家哦呀哦呀哦呀，你这个走肉一样，走肉一样了，师父他收了这个皈依弟子，然后那个弟子又不高兴了，这样很多师父都乌鸦乌鸦，是不是这样？切合实际生活里面真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说生无生，无生即是生，你这个人好莫尴尬啊，没有感觉，是不是这样？远了一点。这里的佛恩国恩来不及说，只知父母养一子，父母养一子恩总记得了吧。父母的有的人说我岁数大，父母已经去世，去世你当时没有好好报答他，你赶紧修行来报答他，岂非重恩呢？师长做成之德，师长告诉你这些道理啊，引领你皈依三宝了，然后呢告诉你修学佛法了，这样呢叫做做成之德，岂非重恩呢？你最初出家，这尤其对出家众而言呢，你最初出家便说要报众恩，出家要报众恩啊。通常呢我们要念那个上报四众恩，就是这四种恩很大，四种恩。后来行脚，后来有的行脚到处去参学去了，父母先行脚又说要报众恩。行脚干嘛呢？报众恩。离乡别景，或者说离乡背景，出家人通常离开家了啊。古德也讲过，修道不还乡，还乡道不乡，这是真实的啊。我当时回来也是因为父母的原因，父母岁数大了，尽一份孝心而已才回来，要不然我真的不想回来。回到家乡来有诸多麻烦，熟人太多，他找你的事情太多，你远一点听不到，找不到你，所以他家里生孩子的不可能找你去啊，你也不能听到这样的事情啊。你走门我那给你一个奶奶的，那你今天走亲了又给你去，走笨了又给你去，你在远离家乡，他不可能存在这种事情，我不认识，可以不去
当然你在眼皮底下有些居士认识的人呢，往往会推诿不掉，你就会挂在这个人情当中，所以说你这道就不香，出下来那个格就没有了。哎呀，某某师傅整天在古盖罗盖那个招七个招拜，他也是没有办法，他也是没有办法，他不是喜欢那样子，他真的没有办法变成这样啊。某一个寺院呢，不在我们这里啊，一个寺院，他只是在山上住的，山下居士经常有一些事情，助念呐、啊、送晚生呐、啊、做这些，这红白只是都可以找到他，他们就很困惑，问我如何是好。我说我可以不理，我可以不理。他说你怎么可以做到不理？我说一个不理都不理。你又去张居士家、王居士家，你也得去。你说你不去不行，你前一个不去张居士家了吗？那我姓王的你也得来呀、啊！啊，张王去，李氏王文，这都得去。不去他都说你去他，你看不起我啦，又如何这般？今天瓦工的老爷买过的，看看吧。所以呢，这就推不掉了。你只能说我都不去，你要拿庙里的给你念就完了，啊，是吧？二三十年，父母师长艰难困苦啊，父母师长艰难困苦，你总不顾，你说我要修道啊，那我们出家人都说我要去修道啊，父母您都不管了。父母老病你又不看，父母老病、哦、我修行啊，你看都没去看呐、啊。即闻其死你也不归，有的听他死的甚至都没有回去啊。如今或在山途受罪受苦，或者父母他造业了，在山途当中受苦受罪怎么办呢？万你救他，万你度他，你却念念间断，你还在念佛间断。想想看，父母师长对我们有恩啊，他在山途当中受苦，你还念佛还在间断，你赶紧的想尽办法，你道业成你才能救他。这么想，净土不成，净土不成自救不了，你这个净业不成，你不能了生死，不能小生死，你就不能自救，自救不了如何救他？你自己都救不了，你救他有可能吗？度他既不能相救，你是忘恩负义。你看见没有，一直推下去，忘你是忘恩负义、啊，大不孝人，经营不孝之人，不孝之罪啊，当堕地狱，不孝之罪当堕地狱啊。然这一念间断之心便是地狱。你看到，你一念佛不间断，不收心，你就有可能堕地狱。为什么？你是忘恩负义，父母你都救不了，师长你都救不了，你怎么办？就如此恐怖啊！所以这么一想呢，你不敢呐、啊，赶紧念呐、啊。又下面的又且。不禅而衣，不耕而食，身房卧居，受用现成，你当勤修净业，图报信施之恩、啊、我们寺院来自一切都来自十方的供养，我们不耕而啊不知，这是不禅了、啊，不知不种禅，这个不养禅呐、啊，那么有衣服穿。我们不耕而食，所有卧具都现成的，然后呢我们的修行来报答施主之恩。祖师道，此时施主七指奋善呐、啊，此时七指奋善减克将来，他夺家人的一份拿来供养，道眼未明滴水寸施，道业就是我们道眼未开呀、啊，你没开悟，没有断烦恼，这里滴水寸丝，也系千里，最拔长凡使得，你将来要披毛戴脚凡，脱离脱的离爬，脱离脱爬去长凡了，你却念念间断，净业不成，净业净土不成，长愁缠有份，然这一念间断之心便至畜生业，看见没有，要还债，这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来的受用都是这样，所以你时时要记住，这样你不敢间断，这第一服药看看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啊，还不想念佛无所谓了，那你这两者你都不怕，畜生业第一业都不怕，那就没办法，为什么？没有信仰，因果不怕。第二服药啊，
第二，觉智，若学专修，自息决定。专修，你修净土就不要再改变了，东搞一下，西搞一下，要决定。你一生常禅，禅即不悟。即乎看教，教又不明。啊，学学几天教，又哪里去上几天佛学院呢？又如何去常反善知识？如何这般？常禅，禅也没开悟；修密，你也没有得到即生成佛。弄得如今念头未死，念头未死就是烦恼没有断了。又要说几句禅，又要说几句教，说几句像道几个公案你也会，讲几句闲扯的话你也会，又要学几个字啊，有些出家人还去练字啊，什么去练琴的啊，练琴，那乱弹琴真是，你有那么多时间，我都想不通啊。有时间好好去修行念佛啊，噔噔噔噔噔噔，他都以为有雅兴啊，那弹。还没过到吹哟，有那个时间吗？修行的念佛，来不及了，你还在那扯淡，真的扯淡，鸡皮骨酸神，鸡皮骨酸神不扯淡呢，对吧？啊，这念头一下哈，那么你看你。弄这个弄那个没有，又要做几句诗，还写诗啦，那会可以的，你不要去临时学了哈。情挂两头，念分四路啊，情挂两头，世间的事情你也想要，名闻利养你也想要，情挂两头，念挂两头，你的念头就多了，所以说念分四路啊，主之道诗。毫厘细念三途也因，你有丝毫细念留恋世间的事情，你都是三途的业。瞥耳情深，望皆机所。瞥耳是偶尔起来一念起来了，你的业就在三界当中，机所就把你捆绑住了。你却绝无，你自无决定。你就去修行间断的没有装置啊，修行又这老换题目，情念多端，这个想那个人对你就特别友好啦，那个人对你怎么样，我看这出家人也不少这样子，情念很深，这个人给我特别好，那个人给我特别不好，如何这般，因此多端的间断正念，然这意念间断之心便是三途机所业也，又且守护戒根，志不决定，因或因身口念念持求，教中道，教里面有讲到啊，宁以羊铜灌口，不以破戒之口食人饮食；宁以热铁藏身，不以破戒之身受人衣服。况因诸戒不严，我们戒都持得不精严，诸位。邪心妄念，我们还邪心妄念，因使妄动间断专修，然此一念间断之心，何止热铁阳铜之业？热铁阳铜就是地狱之业啊！又且断除嗔爱真爱，志不坚定。你断除世间的真爱，你不够决定，免于虚名浮利。啊，虚名浮利，真名真利啊！哪怕挂个什么常务理事啊、理事、啊，争得脸红耳赤，他干嘛嘛？那个东西是开会有用，不开会一点用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当什么什么长啊，还放不下我，天天贴长，等到阎罗王长又怎么样嘛？对吧？阎罗王长可以攀攀人呐、啊，你当那个长有意思吗？啊，你仔细想一想看，挂个世间怎么这个名那个名有意思吗？这叫狐狸，看见没有？虚名狐狸啊，制造不破，自己造不破，名利属我，变生贪爱。你有名利就有贪爱，名利属他，名利属你，你产生贪爱；名利属于别人，你都产生嫉妒。一饼了，那可以做，那一个丢一个丢，挖么做？你没得做，你就会升起嗔恼之心。你做了，你就怎么
哎呀，赶紧连 C 的就去。啊，挖到那那淘淘了，那个淘淘蛋那有意思吗？是吧？这样就会生贪爱，生嗔妒啊。古人云：“贪名贪利，同趋鬼类。”你看见吗？贪名贪利，贪利就到鬼类去了。逐爱逐憎，同入火坑呐、啊！火坑就是地狱的。你却因此真爱间断尽除，然这一念间断之心，便是恶鬼火坑也。你看，你要间断就有可能间断，你就干嘛间断？贪名贪利啊，想世间的事情呢、啊，想世间的事情导致间断，间断就会有可能去恶鬼下地狱。这第二服药。马占王第三服药啊，看吃的有没有用啊。第三，愿取愿者，具学专修，当求灵验，要有感应。我们虽然说不求什么神通，但是你多少要有点效应的。你如今法白面皱，对老的说，你头发都白了，面上都起皱纹了，死相现前，老了，老了死相现前，知道临终更无几日啊，后面的日子不多了，后世日子 不多了。人呢，我告诉你哈，年轻人一般爬到三十岁，这个身体的状况一般到三十岁是一个顶峰，到了三十岁开始就走下坡路了，怎么样？牙齿开始松动了，就是牙缝要得剔牙了。头发开始掉了，三十岁这些有些会更早一点，啊，一般情况下到三十岁，脸上开始有这些斑点了。三十以上，四十五十那就别提了，老相自然现前，啊，你想想看，诸位在座的诸位，后面还有几日，还有几天呢？须在目前便要见佛。需在目前，你在修行的时候想尽办法见佛。只如庐山远公一生之中三度蒙佛摩顶，远公修行三度，三次佛来摩顶，摸他的顶。又怀感就是唐代上岛大师的弟子，称念佛名便得见佛，他称佛名能见佛。又如少康法师念佛一生重见一佛从口出，念 一句佛，他从佛从他口中出来，称佛十声便有十佛从口飞出，如灌珠连着出来，此等灵验万万千千，如若心无间断见佛不难，如果心无间断见佛不难。心间断生啊，心间断心生，绝不见佛。间断的心起来，间为什么间断？你世间的事情产生了，情念上起来了，挂碍的心起来了，那么这样你就是世间的业，就不能见佛。既不见佛，与佛无缘呐、啊。你们能见佛，就无与佛无缘。既无佛缘，难生净土，净土不生，必堕恶道。然这一念间断之心，必是三途恶道啊！你看见没有？一直推理，你不能见佛，不能见佛，你没有真种种灵验，乃是打成一片念佛，清醒也念，然后呢，睡觉也念，生病也念，行走都能念，要做到这样，往生才有把握。不是说一天到底要念多少佛号，你看连篇啊。戒之戒之，如善三策，三面这三种啊，这个这三服药啊，三策治单痛鞭，自己要勉励自己啊，那么要鞭一样来打自己，使其念不离佛，要做到念不离佛，佛不离念，每一个念头都是念佛，叫做什么呢？念不离佛，佛不离念，感应道交。现在现前见佛，即见热般智佛，即见十方诸佛。你见一尊佛，就见十方诸佛。
即见十方诸佛，即见自性天真之佛。你能见到心外之佛，能够见到自性之佛。即见自性天真之佛，即得大用现前，这样才能够大用现前呢。然后呢，推其悲愿，广化一切众生，此名净土常。这条是叫净土常啊，一名常净土。然后这永明所谓有常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岂不厌此哉？这就才是真实的啊。免之免之，此至常善人者，既许且敬。就是当时问天如常师这个人呢，听到这样的话，非常的欢喜，又觉得非常的惊吓。觉然久之，觉然久之，就是他非常欢喜惊恐那个样子呢，就是那个样子啊，哇，这这么重要，这个样子啊。如有所思，如有所思，天如老人复乃复告之曰：“常以净土了聚了寂聚了，心外无法，莫错会好，就不要错会了。上人即积散再拜，就是那个常问禅的人呐、就拜天如常师。”无多信疑，今无所归的，他都我知道该怎么去归向了、谢而退的礼拜，谢退，就是这个是净土佛问啊。因为时间关系，也是很赶的把大家送一下，尤其今天下午这两段文，我觉得至关重要。如果说听的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听听热闹，那就没有多大意思，所以一定要啊，这个彻心彻骨的去修行才有意义啊。那么根基不同啊，修法不一样。那我这里当然依这个天如常师的净土法门的说法修法而已。人每一个人的众生根性不同啊，不一定说所有人听了以后他都去念佛，也未必啊，因人而异啊。讲个笑话啊。不讲没有机会了啊！因人而异，什么叫因人而异呢？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有人看春晚啊，有人去看春晚，就是看春节晚会。有看的人说不看的人傻瓜。哦，你就好看，你看姚猛可空。然后呢，去睡觉的人说去看的人傻瓜，哇、哦！连我一就按、有空故意看，也总理总理，能好看，是不是这样？这因人而异啊。有些人说哦，那个免费的那么好看，你不去看；那有人说那有什么好看，你不去睡觉，弄得第二天困得很。也有一些出家人呢、他不吃老苦去看，看的第二天困得很，他整到十二点了。才能睡觉，所以说不看的人去笑看的人，不看的人说你懵呀，无懵，先走你走你能好看，是不是？那看的人说你傻了要死，一年就那么一次你不看，那到底谁是傻嘛？你说谁是傻？两个都傻，是不是？那么你修哪个法门对你有益的，我告诉你，你能帮你断除烦恼的，一生能够解决问题的，那都是好法门，好法门。你不要去说我修这个去诽谤另外一个，那是不对的啊。修常也好，修密也好，修静也好，种种法门无非是，无非是干嘛？断除烦恼，了生脱死，这是至关重要，好不好？好吧，以此跟大家共享到此。那么初八，这个就是二月初八，他们要办班，具体情况，等初八，你们有好要的人来继续学法。那这么多人肯定不行，那没地方了，是吧？今天来的好那不少人，那么这三天来，讲得好，讲得不好，你觉得可取的地方你就听听，不可取的你作为参考啊，共沾法喜。这个愿大家呢能够共成佛道，我们在这里共同发个愿啊。
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生闻缘觉，乃至全城诸位菩萨，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以法界众生一时同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见十方一切诸佛，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一切妙法，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逢一切贤圣身，及诸大善知识，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圣生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事菩提心，以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悉发菩提心，今世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我们大家起立，合掌，感恩法师顶礼三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恭送法师回辽。阿弥陀佛。